机务工作和飞行是两个不同的专业，我们呢虽然不能直接驾驶直升机，但是如果没有我们的维护和保障，直升机也无法正常安全地飞上蓝天。这机务工作需要既懂飞行专业又掌握技能的人，懂我的意思吗？其实啊，我们机务离蓝天只有一步之遥，但是啊，也就只差那么一步。 只能默默无闻地推飞机、修机器、目送飞行员上天。哎呀，这人心呐，都是肉长的，心里不痛快，发两句牢骚，骂两句人，你也别怨他们。机务长，我明白了，我会慢慢调整的。哎，听说你在陆航学院是第一个放他飞的，我知道。 你确实很难面对现实，因为当初我也经历过。您？哼，不瞒你说，我飞过两年。那您怎么干上机务了？事故。大队长，别忘了你的计划。一个人只有彻底沉到谷底，才有可能触底反弹。 可这要是个无底洞怎么办？我们能够帮助他的是为他打开一扇门，但是要走出去，走出他自己的天地，只能靠卧威自己。有一次，为了执行一个紧急任务，我没有服从上级的安排，违规在雨中开车。我以为。 以我的飞行经验，可以把它飞起来，但是刚刚离开地面，直升机就发生了侧翻。还好人没出事儿，但是直升机基本报废了。后来呢？后来我就不敢飞了，又离不开部队，因为我学飞行之前是学机械的，就转到了机务。这不，十几年就跟一天一样。 就这么过来了。您就没想过在飞上天吗？出事故那天，我坐的机长位置，直升机发生侧翻的时候，本该把我碾成肉饼，但是啊，我居然活下来了。后来战友们跟我说，这是老天爷有意安排让我留在地面上。这时间长了，自己呀就渐渐放不下这一行了。当然。 有些事儿不得不认命，就像这架直升机，就因为一次故障，再也飞不起来了。哎，这就是他的命。可是我不相信，这么好的一架直升机，它飞不起来了。你不信又怎么样？它还就是飞不起来了。我可以把它修好。你？ 慢点啊！哎，徐连长，大队长，来了，慢点。大队长，团里的命令。哎，你看，我说徐连长，你唠叨我们机务的主意啊，我哪有人给你上岗啊？这可是团里的命令啊！团里的命令怎么了？这飞行安全出了问题，谁负责？那大队长啊，这几天我们警卫连的人手都扒拉不开了。 天天的专机岗，还有特勤警戒任务，战士都用完了。这机场东侧我就缺一个岗，就一个人帮帮忙，带几天班嘛。可我这也缺人手啊。你看，哎，大队长，我去吧。哎，他可以吗？没问题，我愿意站岗。好吧。 你小子可别稀里糊涂的啊！我这可是个副连职的哨兵啊！知道，太知道了。机长，我想明天再试一试，一定有办法的。不行。
这已经是第二次空中晕厥了，出了事谁也担不起这个责任。从明天起，停止你的三提纲飞行训练。机长，没有商量。 总算是轮到我了。哎，你干什么啊，江豆？怎么了？今天不飞了。什么？还有十分钟啊！你得让我上去摸一回啊。十分钟够干什么的？赶紧上大巴回去。哎，你昨天说好的，白宇剩下的时间给我，你每次都给白宇加练，给他加时间。 要不要也练下我呀？事先说好，十分钟一到，立马上下机。机长您放心，只要十分钟一到，我还不下来的话，你把我从窗户里面踢下去。好吧。 看来，今天真是一个飞行的好天气啊！没事。我记得一年前也是这个时候，你们刚刚把直升机摇摇晃晃的开到了天上。过去的事情就别再提了。我为飞行技术我不太懂，凭我对你的了解，我觉得你不会一辈子甘心站在地上的。 我已经被停飞了，这是不可改变的事实。我总算在天上相遇了啊！江提姆，不容易，总算蹭上白大飞行员剩下的计时了。
时间到了，回去。啊，机长，再让我飞一会儿吧，就一会儿。不行，回去。机长，你上个礼拜还欠我十几个机时呢，就再让我飞半个小时。回去，这是命令。人家飞行员一个星期飞几十个机时，我一个星期的机时都不到五个，其他人都已经飞三提纲了，我现在连二提纲都没完成。我不管，我今天一定要飞够半个小时。不行，我是机长，你没资格跟我提条件，听见了没有？你马上给我掉头回去，这是命令。我再说最后一遍，掉头回去。我也是义工团的飞行员，我不管，我今天要飞半个小时。不行，如果你拒绝执行，后果自负。江总，信不信我给你停掉？报告一号，动两三左发火警。报告一号，动两三左发火警。动两三，你要稳住，命令机械师立即检查发动机参数。报告，动两三左发已经保护性取消。告诉我你的高度。报告，动两三现在高度1200米。动两三，我是一号。我是一号，你现在以最快的速度降落，一定要保持好你机的姿态。1200米，太高了，只用右发，动力明显不足。政委啊，还是让动两三减速吧，不然的话，很可能会因动力不足失去平衡的。团长。以现在的情况，必须以最快的速度降落才有可能生还，否则的话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让一个只有一年飞行经验的新飞，用这么快的速度降落，他能做到吗？他行，我相信他，他能行。好，你继续指挥。是。准备员，到。动两三，通知保障分队，准备迫降救援。是。走走走走，快快快，好了，快快，走走快。所发状况不明，地面已经准备好迫降措施。别的不要管，用最快的速度返回地面。是。是。稳住！我说他能做到。值班员，到，立即执行6号特型处置方案。是。报告一号，经核查，事故原因为左发金属系过量，高温导致报警系统忽报不停，险情现已处理完毕。团长，我的学生不错吧？臭美，真是好样的。好，好，好样的，好样的，谢谢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张大队长，你带了一个好兵啊！哎，根据师里的规定，新飞第一次遇到这种特殊情况，又能安全处置的，可以上报三等功啊。对了，马上给我写一个上报材料。嗯，是，团长。机长，今天出特警以后，你为什么没有把驾驶杆抢走？因为我发觉啊，你还比较冷静。当时啊，我心里就在想，今天我一定能把直升机安全降落下来。机长，
谢谢你。谢我什么？谢你对我的信任。我也要谢谢你。你谢我什么呀？谢谢你对直升机动了感情。东妖怪快返场了吧？快了，五分钟后到达。哎呀，等他回来之后，今天的训练任务就算圆满结束了。即将返场，请做好接机准备。明白，已做好接机准备。政委，啊，你看看跑到最远处那站岗的是谁呀？团长。嗯，那是我威。哎，我说这马队他没脑子啊，给他个人才，怎么整到警卫连去站岗了？是，还笑笑什么你？我笑他。我估计，这是我威主动请缨的。嗯，响鼓还得用重锤啊。我支持你，江总，你给我滚下来！听见没有？快点！江总，从今天起停止你一切飞行训练。是，局长。停就停呗，反正不给我及时，跟停飞没什么两样。再往低点，哎，下巴抬点，我们都这样，再抬点，这样吧，再来上，抬了，一二三，你还在北什么？过来，你想干什么？啊？你既然不听你机长的，你知不知道这叫违反纪律啊？啊？你这阵来部队表现不错，怎么又把规矩当儿戏了？大队长，我今天飞得好看吗？好看个屁！什么好看呀？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，赶紧给他道歉去。我跟他道歉？这可不像您的作风啊。什么作风啊？我问你，是作风要紧，还是能飞要紧？我累了，先回去睡觉了。你给我回来，还给我演戏？你以为我看不出来你最想飞？没错，我是想飞，不过今天不让他把我停一回，以后我根本就没有戏。他不会让我飞，哪里有压迫哪里就反抗。你们这些年轻人啊，真是不可理喻。江斗啊江斗，你知不知道你挑战了一个军人应该有的最起码的底线？从你那一天在八一军旗下宣誓，你就应该知道服从命令、听从指挥，这八个字从你穿上这身军装就应该融进你的血液里。我为的停飞，你没看见吗？他为此而付出了多大的代价？啊，同志，停飞容易，复飞难。今天晚上团里就研究你的处分决定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哟，蝴蝶，你这三等功的证书还没下来，
就先占好地儿了。哎，对不起啊，我要告诉你，这可是我的风水宝地啊，把你的那个处分通知书的地方给占了，不好意思。不劳您大驾了，我现在就给你这个功勋飞行员腾出一个单间来。哎，你不是说过不比我先飞完三提纲就不姓姜，你这话还算不算数啊？算啊。怎么了？认输吗？我认输？我可是第一个处理特勤的人，你都已经停飞了还想和我比啊？你就别急嘛，我一向都擅长后发制人，你呢就笨鸟先飞几圈吧。哦，对了，我今天晚上就搬走了，自己清闲吧。你真的要走啊？不是我要走，是组织上决定暂停飞行，到机务大队接受军人核心价值观的教育。哎，你看你这依依不舍的样子，送你个礼物，我电脑桌面上标着威震天名字的游戏归你了。哟，成功了，地标游戏开发成功了。拜拜。真开发出来了。哎，江栋呢？哎，我听说他的科研项目完成了。啊，哇，哎，拷给我，一定先拷给我。喏。嗯，危机生存，论高危职业心理空间维度的拓展。梅医生，这个标题写的不错啊。别净夸我，你看看里面的内容，仔细看，多提意见。报告。是我威来找我。好，我还是回避吧。嗯。请进。博威，你找我？梅医生，我想和你聊聊。嗯，来，坐吧。喝点什么？白水就行。没有白水，要么咖啡，要么茶。那算了吧，梅医生，我不喝。人啊，可是要喝东西的，不喝怎么行呢？否则会渴死的。所以，你必须先想清楚，是要选咖啡呢，还是要茶？梅医生，我心里不舒服。挺矛盾的。这个是不是有点像你自己的情况？不知道是该选咖啡呢，还是选茶，对吗？你怎么知道的？其实我更想知道你是怎么想的。我有人告诉我，如果现在去民航，一个月能挣五位数，还能继续飞行。我家里现在，我觉得这事情挺好的。嗯，是挺好。既然你那么喜欢飞行，一个月还能挣到五位数，挺好的。那你应该去啊。你是怎么想的呢？我怕我不行，飞不好。我看你是怕脱得掉身上的这身军装，脱不掉心里那身吧。说心里话，当兵容易，可不把自己当个兵是很难。其实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你尝一口自己没有喝过的，然后自然就知道想要的是什么了。尝一口？这不正好赶个周末吗？你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去民航体验一下，万一这个正是你想要的呢？
我知道了，谢谢您，梅医生，那我先走了。沃威正处在矛盾之中，他想去民航体验生活，我没有阻拦，希望他能够尽快自己修正人生的方向，因为这是不能强求的。梅医生，你要是叹气的话，我现在只有一条路可走了。放弃对他之前的所有计划和对他所有的培养。向首长汇报，提前终止对沃威的培养。怎么不能真的让他去民航吧？可是你要知道，就算终止了对他所有的培养，也解决不了他现在的心理问题啊。是啊，我也想提前打开他内心那把锁，可是钥匙不在我手里。钥匙在他自己手里。嗯。找我什么事儿啊？我爱你，爱到忘了我自己。我爱你，爱到全世界都没有意义。你是脑袋进水了，还是受什么刺激了？我说的全都是真心话。你疯了吧你！我告诉你，你要是再敢胡说，小心我把你胳膊卸了。我跟你说正事儿呢，我我是想你一个正常女人的思维来看看我这段表白行不行？你早说嘛，差点酿成一场悲剧，你知道吗？我早跟你说，你不就不入戏了吗？我跟你说，你要照这么跟梅医生说，他的反应肯定比我激烈，说不定啊，直接给你来个电击。那可不一定，以前我这招百试百灵。你以前那些女孩啊，全是温室里的小花骨朵，两句甜言蜜语一浇灌，她马上给你开花了。梅医生是谁呀？他是什么级别？你比我清楚。不是我给你泼冷水，你和他呀，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，你就别把时间浪费在这上面了。是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你要有空啊，还是多想想怎么撮合那俩魔头。你看，这几次咱们的招数都没奏效。我看，就算到了世界末日，也很难把他俩绑在一棵树上。那是我没出绝招。周末，绝对让你看一场大戏。切，真的假的？哎，行了，不跟你瞎聊了。我要去训练了。哎，齐心不是把你三提纲训练给停了吗？哎。我怎么忘了？根本就……
长，跟我来。机长，我们这是要去哪儿了？哎，机长，这是什么呀？这叫低压氧舱，平时是用来训练飞行员耐力的。那我现在需要训练耐力？不是，这是当年军医大的一个医生教我的办法。他说在这里进行特殊的呼吸训练，使胸内增压，这样可以消除空中晕厥现象。太好了，那我能继续飞了。你别高兴得太早，一会儿你能不能扛得住就看你自己了。没事，我肯定能挺住。白宇，这要比你想象的痛苦得多。还有什么比绝望更痛苦的？只要能够继续飞，什么苦我都当糖来吃。进去吧。白宇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机长，你说过，眉毛上的汗水，眉毛下的泪水，只能选择一样。我更喜欢汗水。白宇，如果你觉得到了极限，马上通知我。记住，受不了的时候，千万不要硬撑着。是，机长。好，听我的口令。屏住呼吸，第一次坚持10秒钟就可以。好，没问题。开始。月儿，我跟战友借了8000块钱，这两天就给家里寄去。手术的钱我再想办法，别着急啊。哥，不用了，妈这两天就可以动手术了，你放心。你哪里来的钱？那里筹到的。借了多少？4万5。是哥没本事。白宇，你一定要实话实说，是不是现在感觉呼吸火辣辣的，胸口闷得厉害，对吗？还好，就是有点头晕。哥，你好好当兵，咱们家肯定会越过越好的。哎，我也涨工资了，一个月能拿900了。缝一条裤子，你能挣2.5毛。你这一天得做100多条呢吧？我现在啊，手可快了，10分钟就能做一条。白宇，憋不住的时候千万不要大口大口的喘气，一定要放慢吸气和呼气的节奏。好，再来一次，开始。哎，哥，不说了，长途贵。妈的病你就放心吧，啊，我挂了。哎，那你好好照顾妈啊。嗯。你是想让这些钱怎办你一生呢，还是想月薪5位数重新返回蓝天？
你现在什么感觉？还好，就是有点缺氧。 白羽，你可以出来了。机长，怎么了？你现在的身体状况不适合训练，今天的训练结束。机长。 我的空中晕厥能治好吗？你先别想那么多，来，喝口水。啊，谢谢。你现在的身体状况和我当时还是有差别的，所以，我们只能缩短进舱的时间，增加进舱的频率。我以前每3天进一次，你现在恐怕每天都要进。机长，那完练成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，才能算是完成胸内增压呢？ 天气好，心情好，胃口就好。嗯，这上面吃饱了。我看着你小子慢慢吃啊。 吃完了，两盒软中华，要是吃不完，你给我洗袜子啊。嗯，对了，下午不是要给汤米阳讲战术动作吗？没事，他自学能力强，慢慢吃，我有的是时间啊。嗯。 您还有点眼力啊！这家天天寺去年还进过藏，到底出了什么问题？去年进藏回来后，进气阀门就坏了，前前后后修了很多回，就是找不到病根儿啊。唉，可惜呀，就这么一点小毛病，飞了不到800个小时。 就这么报废了。我不信，这么好的一架直升机，它真飞不起来了。你想干什么？机部长，我想试试。是什么？以前在陆航学院的时候，我学过机械维修，所以想试试。 可是我，宋机长，今儿西瓜特甜，必须尝一块。
来尝一块。不错，点。上个洗手间啊，马上回来，你等着我啊。没事，我还得吃一会儿呢，快去快回啊。小样儿，李子配西瓜，饱你肚子了。走喽。总算到了，大爷。我说团里边只停了你的飞行训练，你怎么连空勤餐厅都不去了？何苦呢？你不用管我了，我走了。哎，等会儿，你都被停飞了，你还不担心啊？我告诉你啊，有的时候退就是进。什么？滚回来！臭小子，你给我站住！这人电视剧看多了吧？20米开外就喊站住，就像我真能给他停下似的。哎，跑啊！看我怎么收拾！你怎么来了？哦，这是关怀从空勤灶弄来的，你趁热吃了吧。啊，谢谢了。我不饿，早吃过了。何况我是机务，也不配吃你们空勤灶。我也被停飞了，不过还好，我是暂时的。你被停飞了？为什么？不服从戴飞机长指挥，擅自延长机时。江斗啊，江斗，你让我怎么说你啊？你是个军人，如果在战场上违抗军令，这意味着什么？你知道吗？老大，你说的我都明白。你明白什么？当兵快2年了，你这地方生一身臭毛病改了多少？我承认，你的确聪明，可你的聪明都用到哪儿去了？你自以为是，处处挑战部队的条令，是军规如儿戏。这难道就是新一代的陆航军人吗？